By the time I left office as vice president, I had spent more time with Xi Jinping than any world leader had. 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but he's a smart, smart guy. That we're not looking for confrontation, although we know there will be steep, steep competition. Two, that we'll have strong competition, but we'll insist that China play by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Fair competition, fair practices, fair trade.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 To follow the rules, whether it rela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North China Sea or the agreement made on Taiwan or a whole range of other things. 好，今天的精选话题，您刚看到了拜登举行了上任以来的首场记者会哦。那么这个记者会当中，在举行之前，没想到北韩又射了两枚弹道飞弹，无疑是在做挑衅。拜登气死了，他对北韩也说了重话。那同时他也批评习近平。另外呢，他还说有可能会竞选连任，这是有可能性的吗？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刚刚拜登的第一场记者会，谈到的是防疫，也谈到了北韩，也谈到了中国的问题。拜登甚至有讲到说，他说他之前担任副总统期间呢，跟习近平其实相处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认为习近平呢，就跟其他人像是普丁一样。他说认为呢，这个习近平可能觉得独裁是未来的潮流，他的骨子里头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民主。那拜登也表明了，他已经清楚告诉习近平，美国不想寻求对抗，但是要求中国必须要遵守的是国际规则。那拜登也说呢，其实他跟习近平通了两个小时的热线电话哦。那么在两个小时当中谈什么呢？他有跟对方表明说，只要你跟你的国家继续公然的侵犯人权的话，我们就会坚持不懈，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让事情摊在阳光底下。他说呢，他电话跟习近平讲这一点之后，对方习近平也非常明白美国的立场。而另外针对了美国的印太司令戴维森，之前有表示，他说中国可能在未来六年之内会入侵台湾。而对于这个消息呢，中国的国防部对此也做了回应了。中国的国防部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还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海峡两岸必须要实现完全的统一哦，这讲的是一样的。那中方也坚决反对美国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而中国自己也无意挑衅，但是中国也强调了，他们虽然无意挑衅，但是谁的挑战他们都不怕。而就在这个时候，美国跟台湾也再度强化两边的合作关系了。 AIT 的执行领事跟这个驻美代表萧美琴签署了一份海巡合作的备忘录，同时也设立了海巡工作小组。只是美国现在还是以老大哥自居哦。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拜登呢，为什么呛中国又呛北韩呢？因为北韩根本就是没有对这个老大哥有一丝一毫的惧怕，根本就是在公开挑衅的。来看看北韩怎么又射飞弹了。原本的时间点是在3月21号射的是短程飞弹，后来在3月25号这一天射的又是弹道飞弹。而且北韩的官方媒体还说，这次呢，他们射的飞弹技术有改良，是射新型的战术导向型的发射体。虽然金正恩没有到场视察，但是这个射飞弹把美国给惹毛了。时间点很敏感哦，3月25号这个时候，拜登要举行首场的记者会嘛，北韩就射飞弹了。拜登实在是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他发出了警告，他说，你北韩如果再持续给我射飞弹的话，美国将会有所回应的。而拜登在这场记者会当中，他也挑明了他预期怎么讲呢？他说2024年有可能还会再竞选连任，而且他说呢，贺锦丽是他非常好的副手人选哦，他还会邀贺锦丽来继续搭档。他说贺锦丽是一个非常棒的伙伴。但是到时候2024年拜登已经81岁了，如果真的当选，会成为美国史上最高龄的总统了。那我们来看看，虽然拜登说要选连任，但是才第一个任期不断的说错话，引发了大家对他健康的疑虑。第一场的正式记者会为什么这么晚才举行呢？拖了两个月，外界认为这跟他的健康状况有关。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搭机一个小跑步，一次、两次、三次，一共三连摔，让人捏把冷汗。It's very windy. I almost fell coming up the steps myself. He is doing 100% fine.
白宫方面当时澄清是因为风太大才会失足，不过现年78岁的拜登不免让外界质疑他的健康是否真的亮红灯。Well, 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in office for 54 days, but he has yet to hold a formal press conference. 特别是拜登上任两个月，首场正式总统记者会一场都还没办过。虽然华府最近已经宣布美国时间3月25号确定会举行，但还是破了美国百年最久纪录。And by day 50, Bill Clinton had given 5 news conferences. George W. Bush held 3, Barack Obama 2. 至于上一任总统川普上台50天就办了5场，20几年前的克林顿甚至上任9天就办了第一场记者会，拜登则一拖再拖。美国媒体猜测，白宫刻意一再往后延，会不会是因为拜登开始认知衰退？毕竟从他说话常出包就能看出。Excuse me, Pinnell, and what am I doing here?I'm gonna lose track here. 日前，他不仅一直念错嘉宾名字，最后他自己在说什么也全忘。The former general, I keep calling him general, but the guy who runs that outfit over there. 不久前，连他自己刚任命的国防部长名字忘了，连国防部这几个字也想不起来。最近还有一桩是谈到副总统贺锦丽时，一个失言居然把他自动升格为美国总统。Now, President Harris and I. 如今这说错话恐怕就要成真。除了贺锦丽近期代行拜登总统职权，直接和多国元首通电话，打破无声副总统的惯例，这回拜登最新宣布，决定要授权贺锦丽领导国家处理美墨边境问题。So, Madam Vice President, thank you. I gave you a tough job, and you're smiling.美墨边境问题确实棘手，2月份美方在边界已经逮捕和驱逐了超过10万名非法移民，成了2019年以来单月最高。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is is a challenging situation. 然而，拜登当总统以来，美国的挑战还不止如此。近期美中高层会谈也是华府面临的难题。我现在讲一句，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除了外交情势险峻，美国国内也频频发生枪击案。Guys, we got people down inside King Supers. Look, there's holy.前阵子在亚特兰大更有白人拿枪闯进店家滥杀亚裔人士，引爆全美挺亚示威连连。I am proud to be Asian.枪支管制和种族议题加上疫情持续延烧，拜登的正式记者会迟迟不登场，这下还把权力下放给贺锦丽。针对这些蛛丝马迹，川普日前接受访谈表示，未来民主党恐怕还真的会让贺锦丽取代拜登当总统。 I am a young, vibrant manI look at Joe. I don't know about him. 事实上，川普他从选举期间就曾批评拜登精神状态不佳。如果选上总统，民主党会搬出宪法第25修正案，让贺锦丽上位。对此，川普说，他早就料到这些事会发生，尤其是拜登摔跤这件事。I expected it. Actually, when I went down the ramp at West Point, which was like a sheet of ice with no railing, no nothing, great planning.I wanted to go inch by inch because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is take a tumble like Biden did. 尽管川普以嘲弄的方式回应，但随着白宫近来的布局，很难不联想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可能就此诞生。三立新闻陈德龙。好，另外来看看这起事件，是新疆棉的事件持续延烧，中国向品牌开战了。那么王毅呢，他也因为新疆棉的事件出访的时候被呛瞎，被人家抗议。那么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新疆棉事件呢？主要就是因为新疆是中国生产棉花的一个主要地区哦。但是各界认为中国强迫新疆的少数族裔来生产的是血棉花，迫害劳工，所以引发了各大品牌抵制。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品牌开出了第一枪，是 HMM， 他们声明拒用新疆棉，随后引发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抵制哦。HMM 抵制用新疆棉，所以现在网友也抵制这个 HMM 的品牌，包括了在中国的电商平台啦，还有手机的应用商店等等，都把 HMM 给下架了。不仅他们哦，还有像是 Nike 啦，还有 Uniqlo 等等，也都抵制新疆棉。但是现在中国网友当然要维护祖国的声誉啦，所以现在很多的网友呢，都跟这些大品牌给杠上了。只要有批评过新疆
疆棉的通通被网友给围剿到不行。之前有谁讲过新疆棉坏话呢？现在通通被点名了。像是这个组织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组织，他们之前就曾经讲过有关新疆棉是血汗工厂的言论哦。那其实有一些大品牌也加入了这个发展协会里面，像是英国的 Burberry 啦，还有德国的 Adidas， 以及美国的 Nike 跟 New Balance Gap， 还有西班牙的 Zara， 日本的 Uniqlo， 还有韩国的 Villa， 都是在这个协会当中。但是现在传出了新疆棉的这个波澜事件，所以现在这些公司的股价其实也都下跌了，被中国网友抵制得很惨。那么其中有一个品牌怕了，像是 Villa 中国，他们似乎真的很紧张，紧急的宣布要退出这个协会，而且他们讲说会继续的采购新疆棉花。好，那么这是中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又是如何呢？央视的报道更怒呛哦，他们就说中国人其实很硬的，绝对不会放任这种无良企业你乱弹你自己的调，而且当然指明的就是这些这个指明新疆棉的这些企业啦，说不管你的知名度有多高，你的规模有多大，一旦触碰了我们中国的底线，就谈不上什么 Nike 啦，他们把它翻成耐克哦，谈不上你们有耐克，而且是必定会被我们攻克的。那另外中国也发声明反驳，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他更强调，他说新疆根本就没有强迫劳动啊，他反倒是指出美国，他说你美国还曾经强迫过黑人采棉花呢，那这一点怎么算呢？还有中国的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他也表示，他强调这个新疆说有强迫劳动，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话，纯白无瑕的新疆棉是不容任何的抹黑跟玷污的。那另外在中国的手游叫做王者荣耀，现在也做出了一些这个回应的说法哦。王者荣耀这个游戏也终止了跟大品牌 Burberry 的合作，那中国网民就说、哦、干的是非常漂亮。那现在新疆棉的问题呢，在持续发烧的同时，我们看看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他正在访问土耳其，结果没想到就遇到了抗议开花了。土耳其首都呢，在安卡拉，26个非政府的组织全部召开了记者会，抗议王毅的到访。另外，中国驻伊斯坦堡的总领事馆，上千名维吾尔族也是高声怒吼，说北京确实是在迫害新疆维族。而现在，眼看新疆棉的战场持续扩大，各大品牌的中国代言人哦，只要是想维持住跟中国的关系的，其实他们都相继宣布要跟品牌来终止合约了。来看看有一些港台艺人都在其中，像是陈奕迅、彭于晏还有欧阳娜娜也参战，挺的是中国，抵制品牌。一些外国人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碗。